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香港健力代表队张树仁大师兄啊。咁啊，喺疫情期间咧，香港有唔少嘅基层咧面临呢个失业或者系就业不足啦。咁特别系呢个嘅劏房户，咁佢哋嘅三餐温饱咧都可能成问题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向佢哋伸出援手咧，咁可以参加由呢个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主办嘅胃口奔驰嘅慈善线上跑啦。咁分别有个人嘅排名赛同埋亲子组噶。咁啊，最难得咧，梗系你嘅捐款同埋报名费咧，将不扣除成本嘅。咁啊，全数咧就捐咗呢个深水埗劏房户咧购买呢个食物包嘅。咁啊，大家快啲报名参加啦！